前，有投资者向外汇天眼爆料，德惠此前公告声明的能够出金未不实消息。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投资者直言，德惠出金不了，找客服不回复消息，发公告说可以出金都是骗人的，之前拉杰斯的退款也没有退。其实从去年七月份以来，就陆续有投资者向外汇天眼曝光德惠不能出金的问题。在去年七月七日，其中一位投资者向外汇天眼爆料，在 Triumph FX 德惠五月三十一日批准提现了$50,000，分5笔，每笔$10,000，已超过35天还没到账，并且附上了截图。也许是引起了德惠的重视，该投诉曝光已被该投资者标记为已解决。但是此后事情并未好转，后续陆续有投资者不断在外汇天眼的曝光栏目对德惠进行曝光，至今仍未解决。那么德惠究竟如何？通过外汇天眼查询可知，在监管信息栏明确标记交易商所宣称的德国 BaFin 监管疑似套牌，交易商所宣称的英国 FCA 监管疑似套牌。此外，外汇天眼数据显示，该平台监管牌照存疑，展业区域存疑，存在高级风险隐患。为了让投资者可以对交易商整体状况一目了然，设置了天眼评分系统。在天眼评分系统中，外汇天眼会对交易商的牌照指数、业务指数、风控指数、软件指数和监管指数五大方面进行综合评分。由于 Triumph FX 德惠天眼评分过低，在风险提示栏也明确提示投资者远离。面对成千上万的平台真真假假，稍有不慎投资者很容易上当受骗。外汇天眼也再次提醒投资者，投资前一定要多方面了解平台的正规性，多花点时间了解平台的监管口碑。外汇天眼作为一款交易商监管查询 APP， 是为您投资保驾护航的不二之选。